哇，咩嚟噶？今日我哋终于要拍翻一个找数片啦，冇错啦，而系时候嚟翻第三个 challenge 啦。呢个 challenge 系咩咧？就系要拍食三个超 X 嘅面，呢个超 X 嘅面咧就系任意嘅味道啦吓，咁啊甜酸苦辣啊咸咁样呢啲味道啊，其中拣三个食三碟啦。跟住今日咧先挑战呢个超甜嘅面，OK？ 超甜嘅面我去咗街市咧，唔系去超市度买一大块朱古力系嘛？ 仲有即食面一包啦 ，OK， 咁啊，事不宜遲啦 ，OK， 跳機啦，系嘛？我已经好耐冇落放棋啦。点啊？你想食朱古力啊？我识噶。我心谂其实你可以食噶，我即刻整完俾你试一食啊。小学嘅时候经常会攞呢一种嘅即食面啊，即刻食啊嘛，即系呢啲调味品。今日就唔用呢啲咁咸嘅调味品啊，你知食得多咸会肾亏噶嘛，对男人唔好，大家唔好乱咁试。 黑朱古力啊嘛！我其实真系唔系好中意食甜嘢，我比较中意食咸嘢嘅。你中意食嗰个咸会肾亏啊？检查下先，食够先。检查下啊！嗱，我写粒，转头咁啊，硬啊嘛，点啊？唔系好强。几多嚿啊？29粒朱古力，OK，偷埋呢个公仔面嚟食。哇！而家整啦。 我先落朱古力，你个调味料，等阵，唔系喎，好似煲个面先喎，等下先，先煲面，如果唔系咪淡晒咯，等3分钟，得啦，啲面得啦，好啦，搞掂，而家呢个系面啦，冇错，呢个时候就要落我哋需要嘅超甜嘅甜味料，系啊，等翻半个钟头应该就会溶噶，哇，啲面开始黑色啊，喂，喂，大佬。 其实呢个时候咧，你应该闻到啊，佢个现场咧，佢个味道咧系好似好香嘅，融咗嘅朱古力味，佢侧边呢个都开始好似有啲屎坑渍咁嘅感觉。哇！台山上就攞住呢咁嘅草药喺度用个钟系咁喺度啄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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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呢个时候可能就会留言话：，浪费食物啊，放心，我系会食晒噶，应该系应该会食晒噶，喺到最后啦，就知道食唔食得晒噶啦，好啦。 呢碗面咧，大家可以见到啲朱古力系未溶嘅，我哋可以再等多佢3分钟先啊！加啲水啦，加啲水啊，要酥下，少咯，加啲水我惊我唔敢食。用啲溶佢啊！好啦，咁啊，既然阿星话加啲水会快啲溶，咁我试下啦。热水，朱古力开始溶啦，变朱古力酱啦。大家啊，如果大家系屎不行，好似我咁样咧，都可以欢迎喺屋企自己试下噶。当然你用任何嘅朱古力都得啦。 你用嗰啲用金做嘅沙又得啊，用嗰啲 S&M 又得啊，随你啦，总之朱古力得噶。系，开始用啦，开始见到啦，OK，哇，见到啊，喂，哦，佢只仲系瑞士朱古力嚟噶，真系高级啊，哇，溶晒啦，大家可以望下制成品，哦。 朱古力捞面，哇！相信应该5甜都甜死啊！好啦，咁啊，阿星你系咪想试下？我帮你争啲先。你试下嘛？你零头即系赚成啦，即系想试。好啦，我试下啦。你想试下？试一啖。你想试一啖 ？OK， 好。阿星嘅表情，我觉得就 keep 住神秘，啊，威食。 冇嘢，冇嘢，一啖喎，而家我要成碗拍咗佢喎。好，我嚟啦，祝福我唔该。找数超甜拉面一。<笑>你头先讲咩啊？好味咯，好味，好味啊！啲面淡噶喎，啲朱古力系你讲你溶咗啲朱古力咧，系有啲好呕心嘅一撇嘢嘅感觉咯。 食到啊！食到啊！食到啊！如果而家唔挑战系，佢仲点样食嗰啲超酸超苦啊？<笑>我见到啊，你见喺嗰度，你唔俾大家睇住，好恐怖嘅。
好，我極速搞定佢，我咪抌波鐘啊！大家話我抌波鐘。哇！咩嚟噶？佢連麵嘅味道都冇，得個麵嘅口感啊！我係未食嗰啲咁麵嘅朱古力。哇！起火啊！你朱古力，我都覺得咧，冬天咧整一杯凍嘅唔係熱嘅朱古力係好開心、好幸福噶嘛！而家咧呢碗熱嘅朱古力咧，我會幻想成好似啲嘔吐物咁樣咯。你係唔知嗰啲廁所撈出嚟嗰啲咁樣咯？哇！有種好想反錯嘅感覺。好 Q 味咧！睇我樣，你認真，好味啊！忍住，哎呀！蛋落今日唔係嘔嘅，我覺得今日一定會嘔啊！我都嘔硬啊！我食完啦。好 Q 條啊，優你。哈哈哈哈！咁口感好似咧，以前食咗幾個雪糕咧。个口成个口咧，口水咧张住咁样咧，你明白噶？你应该最尾嗰啖汤先系精华。哦，食完，好嘢，记得啦 ，Venus。咁你呢个你叫我做啊，一个超甜嘅捞面。哇，我啲口水结到我讲唔到嘢。跟住系咁多先，冇错。仲有两个口味噶，仲有呢个超酸同超苦。咁大家想睇嘅记得留言啦 ，like 啦 ，subscribe 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。我真系顶唔顺啦，仲要整多两碗。下集再见，拜拜。再有，我上去啦。咁边？咁边上去？我呢间。